你想到咩对待我？啊！老板，搞犯规，搞犯规啊！谢佩珠，你这狗咬砸我，你准是要咬毁掉？张小婷，你哪能安尼做啊？啊！你想到咩安尼做啊？老板。 你是安怎？我这个困去，下面啊，来，先啉一杯牛奶，茶羹，哈。多谢，小婷。 我感觉你昨暗应该困无好，对无？你敢要加十四下请假一天，等我才歇困？唔免啦，我无代志啊。而且我嘛是一定要去上班的，明天有事事去耽误着公司。听讲你无想要搁返去选进去的身躯边，那你以后要打算安怎做？ 个会当安怎？非得即马，就是干来当行一步算一步啊！我的生意把囡仔接出来，先交代我妈照顾，然后我找一个所在先暂时住落来。等我两个人拢较冷静了后，若要讨论，再过来讨论的。毕竟即马两个人正激动，我嘛唔知影到底后一步路要安怎行。 是的，我本来想讲，你叫孙倩婷会当得到幸福，想袂到恁两个人才结婚无偌久，代志都变到安尼。你免甲我谢啊，结婚是我家己决定要结的，是我家己决定要甲孙倩婷共同组织一个家庭。既然若是安尼，我就要拍拼改善阮两个家己的关系。 倩婷原本是一个真体贴的查甫人，伊即摆安尼凶凶失去控制，对我发脾气，迄就表示讲是我家己对婚姻无够用心。所以我即摆是任性，话放手放手，那呢我真正对不起倩婷啊。所以我也是尽量拍拼，试看我这段婚姻是不是还够有救。希望你会当真正找出一个好办法。 在你家孙倩婷的关系内底，取得一个平衡点。我替你开门，先出去上班。妈，你真正伫家？ 小婷，真正活就死无。你已经结婚啊，阁唔知影检点。我哪唔知检点？我无安怎？我只是来找思瑶尔。啊、你阁敢讲你会找方思瑶？你安尼就是劈腿，唔知影见笑。阿姨，你误会啊。小婷，伊并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。伊无唔对。 那呢，就是你的唔对。当初是你家己讲要和小婷嫁别人，啊，即嘛是安那，搁走转来甲小婷哥哥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存什么心？建廷甲小婷因两个阿仔无误会，你就趁这个机会接近小婷。你真正让我感觉足垃圾。唔是安尼，无你迄种表情，真委屈。 那不是因为你目睭看无，我真正就想要甲你呆了。
甲我讲个清楚，你到底要和小婷去过正常的生活无？你还是要继续跟伊勾勾搭，和伊无面子啦？方思瑶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莫安尼戏弄阮小婷的感情好无？妈，你莫咧家己讲家己对好无？是你建廷走去找你，哪里敢跟你讲实话？其实我会走出来是因为让建廷惊到，惊到走出来。可是公司要的是不收留我，刚刚你要看我伫咧外口流浪，困伫咧外面，你真欢喜？你讲的什么话哈？你甲建廷冤家，受委屈走出来，应该回来找阮爸母啊！你走来这找方思瑶，伊是什么人啊？伊是过去甲你乌白来的查某呢，无怪建廷的俩公嘛，是你唔对，卖拢塞对建廷遐去。阿姨，你真正误会啊！小婷伊无爱去找恁，迄是因为伊惊恁烦恼。伊走来你家哦，我更加烦恼了。小婷，做人的太太，行为爱较有站站，唔是亲像你还未结婚的时阵，爱安怎就安怎。建廷对你甲囡仔遐尼好，修养阁好，你甲伊掠甲对你掠狂，一定是予伊感觉你做了上过超过嘛。拜托个，你卖不到最后，连阮拢无法度替你讲话。你即马甲我来等，去甲建廷当面甲话讲予清楚。我不会，行。我不会，行。妈，我卖见建廷啊！行，阿姨。我真正有够害的，哪会阁控制袂了家己的情绪？小婷昨暗一定是予我惊到晚甲转去厝。当初时，我嘛知影伊甲方思瑶的情形啊，我应该谅解小婷才对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当面甲伊解释的。你别去念好不好？你讲的我拢知影呐，别这么烦恼。这回请你收了。请你原谅我啦！我上无想要伤害的人就是你。我唔知影最近是毋是我压力伤大，我情绪常常真无稳定，一触碰起来就反应过度。我知影我无应该安尼伤害你啊，是我唔好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好不？小婷，是毋是我甲你伤着？是嘞啦，建廷。虽然我有那真拍拼，还要做你好牵手，要过这段时间，你的情绪实在是伤过激动啊，确实是有甲我惊到啊。搁再讲，你嘛常常三不五时走去病院，叫了思瑶，找伊的麻烦。我真正感觉你这款的行为，我无法度接受呢。是谁甲你讲我去找方思瑶的麻烦啊？哦，我知影，是毋是方思瑶甲你斗的？你怎么会不当你厝的，就早起伊遐对无？坦白跟我讲，是不是？哈！跟我讲啊！建廷，别安尼啦，你误会啊啦！小婷去找方思瑶是要创啥？因两个哦，已经无任何交叉啊！我是伫个饭店找着小婷的啦。妈，讲实在的啦。常常咧去冲突，其实嘛不是办法，不如分开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好好想看卖以后要安怎相处。
出两个阿公，之间也是无信任，那恁这婚姻敢搁有存在比啊？而且我嘛无想要有两个囡仔，伫这款无欢喜的情形之下大。小婷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尽量哦调整我的心态，我的态度，好。小婷，小婷。建廷，我感觉会出来，你是真心对待小婷有阿囝。阮小婷的个性真倔强，你若是好好甲伊讲，伊一定听会入。你若是要甲伊硬堵硬，顶多是甲伊逼走。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，态度莫遐硬。你放心，莫听你这边甲你斗相共。